觉起来你看啥来着？下雪了，哇，好舒服！看，好大的雪，咱车全白了。走，我们出去看看去。这个好像下湿了呀。拖鞋下湿喽。哇，一觉起来整个车上全白了，下了好大的雪啊。看，草地上都白了，但地上很难白得了，地上不积雪。哇，美呀！啊，我们家菜估计要冻死一片了，看看会不会被冻死啊？那个路哥，哎，完了，锅还没洗呢，一会儿再洗了。昨天回来就忘了，回来开始做饭了。哇，看我们家菜地。菜全白了，树林里边好漂亮，鸡都叫起来了。老妈还可以啊，昨天发烧，今天就好了，整个人精神状态啊，各方面都没问题了。这整个家里边就我的发烧时间是最长的，然后去我们鸡舍去看看去，逛逛。刚才把碗洗了，把厨房收拾了一下，一会儿把这个锅洗了，看看他们吃的怎么样了。然后我准备给他们再煮点鸡饲料。会熟的，咕咕咕，咕咕，哎呦，吃完了嘞，再去给他们煮点鸡饲料。我在这个旁边是放了那个，放了两个垫子，他们晚上在垫子那儿睡，还可以。这六只鸡活的还挺好的，啊，给他们做吃的去。哎呀，这下雪天，感觉真漂亮的，润雪兆丰年，哎。明年又是个好年头。拿回去洗了。好，现在把这个锅洗了一下，现在开始要煮鸡饲料。来，吃完了。这个细的已经吃完了，只剩粗的了。啊，一会儿得去再买一点。看，只剩这么点了。往那边煮着，我先去地里边一趟，去摘点菜。一会儿去这个镇子上边的农贸市场去，再去买点这个苞谷。苞谷，
嚯嚯嚯，赶紧趁着现在还没被冰死，这块地再摘一点。这种叶子黄的估计不太好活了。可以回去切好了放到那个锅里边。肉佐不太舒服，还在睡着呢，这个反复的。然后呢，我和老妈我们今天中午饭就吃炒饭。我说就只剩这手艺了，豆豆，我吃不得。我吃不得，我病死。我说我不能吃这个豆子。我老妈说，我就吃炒饭就行。吃完饭一出来，这边已经化雪了。我们贵州的这个雪就是这样的，除了零冻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化，一下下完了。一会儿就化了，看菜都露出来了啊！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村最美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。过来这边看看，早上应该是很漂亮的，就是山上应该全是白茫茫的，然后加上这个湖水，应该会蛮漂亮的。来晚了，看。还有没有下次这个再下雪的机会啊？要是有的话，下次我就直接跑过来，带着相机，直接过来这边拍拍。浪浪一直睡到刚刚才起呢，是吧？好久没玩雪了吧？还记得呢，那儿，这儿，浪浪还记得呢，还是喜欢玩雪。自从在东北玩了雪以后，呦呦呦，就喜欢玩雪。你不早点起啊？你一天不早点起，早点起还有的玩啊？啊，好大一口，咬了好大一口，坐。嘿嘿，好，来看看我们的鸡食快煮好了，再把这个叶子给煮了，然后给它和匀进就可以了。满满一大锅，一会儿把这个鸡食给喂了，然后我要去买饲料去了。好，我拿这个鸡盆直接去装粮食，看他们吃的好干净啊，咯咯咯咯咯。
饿了，昨天喂的就吃完了，他们吃的还是挺凶的，饿了一早上了，终于是给它弄好了。还热不热？还有点热，给它倒点进来，凉了快一点。两天的量，这样吧。帮家伙一直要等着鸡食，地上还有干的他们都不吃，就要吃这种煮过的，越来越刁了。我去，我们这还需要得热热车。使用智能车载导航，出发吧。这下车，我把门给开了。今天的天气是1度，相当的爽，这个天气。好，我们出去办事儿去，要去取包裹，然后买鸡饲料。然后还要给肉做买点小吃。来到了菜场，我刚刚把那个包裹给取了，现在到菜场来买点这个包谷沙。包谷沙，这个咋买？1.8块。1.8块，这个嘞？这个要20斤，20斤，哎，这个要10斤，包括要10斤呢，哎，包括要10斤，买颗甘蔗吃。今天在看那个视频，上面有一个在这个测评甘蔗，可看的好想吃。现在卖甘蔗这么个切，太幸福了，回去只管拿着吃。然后搞定回家，迫不及待来一个。嗯，哇，好甜啊。这个太爽了，好香啊，特别的甜。老妈和陆博都在床上躺着，就只有我和小朗朗是最健康的，是不是？嗯。那我们从北京买过来的这个抗原，还有发烧的药，在这边根本买不着，买个药就得到外地去买。开始做一个抗原，看我有没有那个，嗯，看我好了没？这是啥呀？好，我现在已经全部弄好了，先要等，要等半个小时。哦，哦，哪里痒啊？嗯，开玩笑，我是小婴儿，好不好？应该不会在踢的那个地方再来到杠吧？想报复吗？要不要帮你捅？想报复我？怎么可能？
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没有什么别提。进去点，进去点，进去点，再，再进去点。还记得多少啊？再进去点，进去点，进去点，太太，对，对。老妈是两条杠，我刚给老妈测了，右左居然是一条杠吗？那你就已经好了。嗯，我一条杠不好了。我去，右左太狠了。这我才第几天啊，就好了？哼，你这小身体，哎，真的，你这小身体。像我和肉肉都是阴人，老妈是阳人，要连续测三天。